下面这个就是比较重的题了。OK， 哎，这个猜想一下，肯定你的六位队友表白十一定说两想起。好，先说两个吧。先我就说，那会不会说有在一起关系不符合我包了？这种，我觉得他会说，就是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摇下车窗，上车吗？上车吗？上车吗？哎，摇下车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直接按那个？我直接按一下吗？是我，我再来一次。我为什么呀？开始挖吗？没有往上抬，没有往上抬，要上抬，往上。解放吗？上车吗？放你回家。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我以后我跑出租车给你买包。金杯呀，金杯，什么？我现在是去我家。啊，我这么直接了吗？表白的，对对对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直接带回家呀？哇，我好直接啊！真的，哇，我好直接。万人影去哪了？这样子。跟我回家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来我家，我家。心脏扑通扑通。我也觉得是，我这么直接。喜欢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他会让那个女孩子回应他。啊，懂了，就喜欢被动，就是。就是想立马得到的感觉吧。你这个是感觉很接近想撩别人，喜欢我吗？喜欢我吗？哎呦，我不喜欢你啊。我先用一下小马，你帮我配谁呢？嗡嗡嗡嗡嗡啊！我操！做我女朋友，人没有别的选择。哎，小孩子不可以这样讲哎。这又是什么剧情？这是不能走，不能走。霸道小啊，霸道严老板，严老板。要玩一定会做。听到没得？我爱你。真的是热吹。硬核表白法。我写的是做女朋友，我觉得就很随意啊。对，要在一起吗？哎，对，说实话，我其实如果以后要，哇，真的会准备死掉，在那种像什么？对，他叫你在地下待着的时候，后面真的有一种，他突然带水的时候，让你女朋友来参加，对，然后女朋友就在下，可能突然挨了一段，直接开始讲就来说女朋友。你怎么不是在？又要坐在台下？她是谁？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的天哪！刘老板会说，有明天见家长。哇，这个更直接，这个太我太羞了啊！你跟我回家心脏家长的，你想到了那一侧了，那这个没有什么。该你了。我在想象啊，要我会不会表白的时候害羞？确实会害羞，因为会很尴尬啊。我写的是，哟。刷朋友不？我说 rap， 做我女朋友噻。很 OK， 好吧，很 OK。我也觉得挺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很 OK。我一说 rap， 要不要做我女朋友？来，先，我，先说吧。你们先说吧，好不好？来一下，我先酝酿一下我的情绪。跟你在一起，兄弟子，我直接想跟你在一起。啊，就也简单一点吧。我可不觉得一起看星星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然后呢，不用加停止在一起看星星吗？谈恋爱这么夸张？说第二吗？第二就是很普通的我爱你，做我女朋友吧，宝贝。哦，宝贝确实会说宝贝，宝贝肯定。哎，我也写了，差不多应该会说。我也写了，我写的是宝贝我爱你。然后画儿，好，宝贝干一下。宝贝，跟我在一起。我想了一个大概的场景，就是第二天给他画完画，画完之后，女生可能已经在那儿坐了，你就讲，他过去给他揉揉肩，然后揉揉手啊，悄悄在耳边说一句：“来，你来。”下一个，马哥，马哥，叫我。马哥可能会是在那种拉着别人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可能在哪儿坐着看极光，极光来了之后，突然把别人一把抱过来。想哥讲，真的是太有品味了。怎么样？你这特别简单，我也是直接就我爱你，我
我觉得他一般就是会从背后悄悄的抱住你，就是就在他耳边说话。大家听我是一起吃个饭。你又吃饭又见家长，咱就回家了。你真的是好羞啊！不是，请问你是全部在家里吗？不是，一步到位，我们六个人的他是分步骤的。我说了一会儿到我这个人，哎，今天出来约一下他。哎，我写的是明天一起约个会吧。啊，因为我觉得马哥会做出一些行动。对，马老板这句话让我重新开始审视我自己。实事求是，我觉得马哥遇到一些紧张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说不出话。所以说，我的这个是这个样子。就是，其实我那个做我女朋友的。可以。亚轩的我其实想了还蛮久，我觉得他会想很久。亚轩的其实我想了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刚开始在别人去电玩城玩完之后 KTV 里面去唱歌，然后可能唱着唱着，我点了说我爱你，对着那女生唱，然后唱完之后说回家吧。在你面前跳个花生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。我觉得他会说那种很关于什么上课那上物理课的那些东西。啊、我想说，你就像萌芽一样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，慢慢占据我的心。哇、哦！我想的是那种他会突然唱。那就是张馨元，我觉得。我觉得，不知道啊。我写的是，我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他说不定会有点开心。学我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学我？学我？我先。因为刚刚写做女朋友太多了，但是我又感觉到宋亚轩这种性格吧，肯定会开心，不管他多大都会开心。所以说我就觉得是先沉默许久之后，那女生问他你在干嘛呀，然后他说我想做女朋友。我下次来吧，来吧，这边是什么呀？到这边了，这边郑源设定的场景是在他家，真的真是在郑源家，就是他把女生邀请到他家去，说我给你先做个饭吃吧。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用我这一段话，就用我这一段了。有一句话，其实我在心里憋了很久，今天终于鼓起了勇气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这波配合的好不好？对，可以。我张元的话，我觉得反正他力气大嘛，以后走在道上，别人也不敢打道。你是哪个道上的？什么道上说？以后我保护你，有这种意思。哦，还要你坚强的那种。抱拳我会觉得他很真诚，他说来到社会，他就会说的特别真诚，就是，但他会直接点题的说，就是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一针见血，他会去问别人，还问，就是别人可能会这样，真的，他肯定会这样，他一般他都会问好不好？我感觉起码拿公主抱起来。我会为你撑起一片天的。我喜欢马哥这样，真厉害！算了，你这环节真的是我是喜欢经典的连续。我的就是，不是明天让你过母亲节。等一下。喜欢你们啊！我跟他表白那一天，让我们说明天让你过母亲节。
小傻瓜看看你们是什么东西。你这个不他是换一个，就是关系好的一种表达。这也太好了，这是 OK OK。 那到号了啊，号是什么呢？就拉着别的女生去买包了，就是哎，我们今天去逛街好不好啊。哎，女生肯定会心想，哎，逛街终于可以逛街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然后就可能走到他安排好的一个商场里面，然后买了特定的东西之后，然后那个商家会说你有没有什么什么活动让那个女生去参加，实际上是他安排的。你是我们店第一万个吗？然后八千万的用户。做完那玩意儿之后，然后他就会说表白不玩了。OK， 我是觉得晚上听相声不咯？我可以给你，我可以给你说相声哦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是那种。哎呦喂，真热闹，太开心了。厉害，你看他们俩就是有可能就是会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，他就想转过去对着他那边说，嘿嘿，在一起呗。嘿嘿嘿，我的心中居然是这个样子。他有可能摸一下头。嘿，在一起呗。厉害呀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一直重复一句话，在一起，而且还要拉着手，他要说我求你了，我求你。其实我们四个也是一句话，嘿嘿嘿，在一起不咯，我爱你哦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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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不定会这样的。好喜欢你哦，真喜欢餐哦。啊，喜欢餐哦，喜欢餐。应该是什么什么我爱你，成都的你爱我。这么久远的东西，你居然还能记得住？好吧 ，OK。很了解我呀。接下来进行判断题，可用对号和错号进行回答。第一题，当另一半约会迟到，询问是不是因为堵车，自己不找。安全最对，对的举手。对的，马哥不觉得，我没举。马哥不对，我觉得不对。我也觉得，我的回答是基于女生任何情况都对的原则下，不应该问她是不是因为堵车，直接去说我不是吧。我想的是直接去接，接还是接。来吧，第二题，另一半就是你送了最热门的口红套装，觉得半错边。我写的对。我是会，我办都错了，我会把当下有余额都会送的。那肯定得是得先送，他也没有什么想要的。如果有其他喜欢的话，又给送的。我想要你想要什么，我没有想要的，我就送。但是你不喜欢的，我就不会送。我也是这个理由，送钱不好啊！我还不如送爱呢。Double kill。第三题，当另一半参加朋友聚会，怕他觉得尴尬，让他自己找认识的人。对，我是错，错。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，他就不会尴尬。我会带他认识我认识的人，带他进入我的生活，更了解我一点。如果他觉得尴尬的话，算了吧，就不去了呗。第四题，另一半买了搓衣板，你告诉他用洗衣机就好。对对对呀，肯定对的，半哦对啊，我肯定半错呗，半对吧？首先，我根本用不到搓衣板的东西，其次根本不会用。对呀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就这。第五题。跟另一半互道完之后，你们在房价下消费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他就在我旁边。不会，就是打码，加上如果他在旁边，然后会等他睡着了，我才会睡。要么就是打视频电话，我会等他睡着之后，我这边再挂。打了语音这种，我直接不挂，我直接陪着他睡。跟另一半看电影，对方睡着了，我是你摇醒他，告诉他不能错过剧。我写的是我半对半错吧，我也是半对半错吧，我不会这样。就是得看他自己是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。如果他只是不感兴趣，他睡着了，我一定不会让。如果他还是喜欢这部电影的话，我可以陪着他看一次。我会把外套脱了盖着，我会把他抱着。啊，对，电影院，没有没有，不然你以为他是没有在，没有在沙发呢？他干啥？这是在沙发里面交往期间没有？什么寻思的？你也没成年啊？跟另一半逛商场，他看中了一件衣服，你告诉这件不是？哦，
说了，说了，我等他买了，我再偷偷把它退掉。想买就买，好吗？都问你，哎，我这件衣服去哪了？丢了，丢了。我记得好像上次买了，但是既然不见了，那下次去买点其他的吧。那件衣服肯定还有更好看。因为委婉的，因为女生很多时候她其实买了不用，但是看你就高兴，开心，买一呗，花一下，赚钱就是让她花的呀。另一个更大的难吃，还是你说的，我觉得对，我写的 对、啊，我觉得他再难吃也不可能比我的难吃。我现在喝了这个，我只想吐。就是要开心幸福的吃完，但是我会告诉他，就是有点难吃。我也会，我也会。来，我们最后大家一起选出一个是我们本场的爱神。喝啊，太喝了，爱神了。没有什么像，为什么如何养成？谢谢。在慢腾腾，我想问珍惜的爱人。